安宁疗护为什么重要？ The one guarantee you have when you come into this world is that you have to leave it at some point. And hospice embraces this as a normal part of life. 当人迈向生命末期，治愈不再是个选择的时候，他们会有很不一样的需求。我个人在内科癌症病房待了将近30年，所以我看着缺少中文的资讯，很多病人会误认为说，我要去参加叫安宁疗护，就是放弃我。我们的医疗专注在病人的舒适、疼痛、症状控制及心灵上的抚慰。除了支持病人，我们也应该关心家人。It's so important, and that they feel well supported.And that they're not abandoned. 关爱生命，认识安宁疗护，是一支专为全美华人构思的网络影片，教导华人以健康的心态看待安宁缓和疗护的服务过程和知识。请参与网络联播，与美华慈心关怀联盟408-332-5579联络。中文资讯查询，请上网 www.caccc-usa.org。